但是咱这块土地是啥？建立头先建立的主权是啥？日本天皇伊建立的，所以讲有领土的所有权。你讲要独立，你爱去问日本天皇，看伊要答应无？但是咱以战败放弃这个管辖治理权，是伫美国的手里，伊靠阿条的，吼、哦、啊，所以讲。你无法度同阿独立，独立美国来宣布代表战争，你爱镇压美国，你有当迄个管辖权吼、哦，就是咱这个权力的主权，就是管辖权摕来，日本天皇当有领土的主权，安尼才能建构完全的主权，哦，再甲韩国安尼意思相共，安尼你听有无？所以讲，咱要独立，无可能。我安尼好二十几年，呾知影。结果人较早，爸爸落来哭哭撞，人然后爸有人请来来抗议，哦，咱就对下港租来来钱落来就行，就是安尼。五两一年啦，呾了解。结果，伫秘书长伊，我是初一班第八期的，吼、哦。啊，我来的时阵哦，我讲嗨啊，我心内在咧想啦吼，啊，当作写落来过二十五年，是一生有几个二五年，哦，啊，咱咧思考啊，所以讲我心态拢我足认真啊看，这条法律对，无唔对，咱就是爱行这条路，伊内底哦，这个心态论吼，伊一百九十页内底，伊就写啊足清楚啊。咱为什么袂当独立？因咱住即块土地，顶下还有主人。啊，你要安怎办法独立？你着去接官庙公，哦，对不对？佮包括咱人租厝嘛，相共啊，是毋是？你若厝租租的，讲好啊，啊，厝主一个尔，啊，无咱即四五个来举手，啊，看即间厝来投票，来送。出租在干道赢哩，无法度，哦，所以讲袂使，咱住即块土地诶主权建立者是日本天皇，哦，所以讲独立是无可能，哦。来比较二战诶时阵吼，即、哦這个哦，即嘛正重诶吼，诶二十三条吼，意大利。伊到底是放弃索马利亚的商会哈？意大利规章就是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哦，这是为领土的部分，就是讲伊无索马利亚的领土主权，所以讲伊爱放弃全部，就是放弃这个 Title 啊 Right 哦，这两方面哦，就是这个权利哦。但这个义，这个权力甲名义，吼、哦，伊已经爱放弃这两项，吼、哦，啊，咱是爱放弃三项，就是这个主张，吼、哦，啊，伊是意大利是放弃权力甲名义，吼、哦，所以讲无够。来，这个是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的台湾民事政府，咱伫大门遐入来，右手边哈，咱有看到台湾政府，但是咱伫大门入来，迄、那个匾额也阁写台湾民政府，啊，到底是台湾政府还是台湾民政府，有人是查袂清楚吼。伫遮，我甲大家做一个解说。美国军事政府伊是咧做啥物？台湾民事政府是咧做啥物？美国军事政府伊是按负责伊占领这个地区。诶，国防甲生命、人民财产的安全，这是军事政府伊爱做的义务。但是呢，台湾民事政府吼，就是简称民政府。民政府伊是管这个地区、该地区的内政，包括行政、司法、立法，伊拢爱管好好势。如果那按照这样子的意思。哦，咱拢
步上这个轨道，正常化了后，伊有两个单位的选择，哦，一个就是国会，一个是总统。伊若宣布讲哦 ，OK， 这个军事政府，哦，会当撤退了后，撤退，这个民啊，这个死无，哦，这个会退起来，退起来，就变做什么了？对，所以讲咱的身份证是写台湾证身份证，安尼你知影吼？哦，这个意思吼，哦。来，咱即个，哦，这时间吼，哦，差不多讲了三点钟了，哦，因为这两点钟一日就讲吼，哦。咱来探讨法律吼，哦，的论述的探讨。第一，啥物叫做国际战争法？第一。将领未能移转主权，哦，这是伫美国的陆军交战手册第六章第一节第358条，哦，所延伸出来，哦。过来，流亡政府未能就地合法，哦，这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第47条。这不是讲咱咧学袂清楚，我来讲咧。我徛伫遮吼。是面对恁遮，毋是，是面对全球70几万人在收看咱这个频道，哦，网路，啊，因为咱的这个网络吼，哦，已经播完了，即嘛伫 YouTube 哦，第二个网站，恁若去 YouTube 拍开，就拢看会到吼，哦，啊，所以讲。我伫遮咧讲，美国的有关单位伊有三个，伫遮甲我讲是，哦，伊一个有英语的翻译，一个有台语的翻译，一个有北京语的翻译，哦，到底这个讲师是有黑白讲无？你对啥物时间、几分几秒讲啥物话，伊拢知。所以讲哦。这教材你袂使学袂出，伊今日咱的议题、咱的课纲是啥物？你爱讲，伫这个范围内底。啊，因为我拄仔讲这个，哦，伫这个卫生吼，哦，咱的食安的问题，这是因为我有请示秘书长。我啊，大家拢有都是要讲法哩，拢会拄久嘞。啊，我讲一个10分钟吼，哦，有关咱的。哦，健康的问题，讲，哦，OK， 安尼哪会使呢？你袂使伊甲插咧，我袂讲伊也知影，你做讲师的才知我袂讲，哦，啊，这是对咱有所帮助的，哦，所以讲咱来当来讲，吼，哦，来，如果将领来当移转主权，吼，哦，哇，即个古巴啦、关岛啦，吼，哦，波多黎各啊、菲律宾啊、琉球、伊拉克，拢总叫做美国。所以讲，以1830年到1840年拿破仑时代，吼，哦，伊迄阵的进程拢是占地为王，啊，占着就伊个啊，吼，哦，啊，所以讲，伫迄个年代过来，吼，哦，就这个法国文化开始实施，吼，哦，将领袂当移转主权，吼，哦，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好来，这就是咱伫这个。2009年4月7日，吼，哦，美国的联邦法院，吼，哦，这个布朗法官，吼，哦，就判决本土台湾人，吼，哦，无国籍，本土台湾人伫国际上无承认的政府，吼，哦，本土台湾人要搁伫生活伫这個政治的联合当中。第四点就是台湾，吼，哦，要搁伫美军的军事占领中，吼，哦，这就是伫咱这个。就《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吼，哦，有写，伫这個台湾要的是美国军事占领中，吼，哦。这個，第5点就是美国行政单位应该要主动帮助反国。伊这个行政单位是指啥物？是指国务院，吼，哦。美国的国务院就是咱咧讲的行政单位，国会。就是立法，哦，啊，司法院修改都是司法院，哦，来，台湾民政府，哦，这个是按照
战争法组织成立哈，在2008年哈2月7日来成立的哈。来，这就是战争法的体系啦哈，会当分为这五点。第一，1907年的海牙公约哈，第四公约。第二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但迄个联邦政府会当就地合法，就是对这个日内瓦和平公约体系所延伸出来哈。第三，国际安息议会的总章程哈，有关战争法的部分，这里有100几条的判例。第四点，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法的判例哈，这个判例也不是条文式的，哦，就是一个惯例法。不是条文式的，这里嘛100几条的这个判例。第五点，1904年美国的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的诶部分，这里有3600几条，这个详细，安尼拢总加加起来，叫做战争法，战争法就是这样，来。咱即摆过来看吼，即个蒙特维多的公约，上面叫做国家。啊，为啥呢？伫李登辉先生伊做即个领导人的时阵，要入联合国，啊，变下来是年代要入联合国，是安怎拢总袂当入？到底即个蒙特维多公约国家的？四个要素来，咱大家来研究。第一，领土 （territory）。第二，政府就是 government。第三，人民 （people）。第四，就是讲你爱制定这个选举选举爱制定这个宪法，以及加这个外交权这就是个基本法请问，在咱家这个领土，敢是咱的？是不是？不是嘛，这欧西当然咱的政府嘛不是。啊，咱到底是啥物人？敢是欧西的人？不是。啊，拢总不是，请问，你要哪入联合国？联合国进步前的184个国家，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在咱上尾届14届每日。入联的时阵，吼，伫 ROC 要入联的时阵，向荣，他有这个名称，台湾人民共和国，哎，伊捌看过，结果就是 ROC， 啊，那官方不懂，吼，来替到等你，因为你唔是国家，你得按有这四个要素啊，就是我拄仔咧讲的。主权权利完整的主权，就是权利主权，但领土主权，你要有完整的主权，叫做富沙问题。你一定要有完整的主权，你唔那法度三者这个四个要素。安尼，联合国伊大门欢迎，当时就开会，欢迎你加入。但是咱无法度，你安尼，咱也无爱互你入去，安尼个。怕歹迄名气啦，时间不够，这个开罗宣言甲波茨坦的公告啦，这是地名啦，这是因为一个宣言啦，declaration， 伊无多啦做这个躯体，就是条约，诶，这个证据啦，来啊，台湾。未来要安怎行？就是台湾袂惊向共产国家，台湾嘛袂甲中国来统一台湾民众会为百姓来谋福利，处处为民来设想。这个是 your marks, your rights。chill her brain, belong your monitor。就是你的福利、你的权利、生涯的规划由你做主这是关于美国这个国际办事线
哦，这足水的吼，国际欢乐线，就是讲你今日只，哦，尾仔啦去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的顶端，哦，这个阿拉斯加的顶端只着，伫迄地球顶端，看到这个国际欢乐线，哦，我都碰青啦，哦，啊这就是规个滨海。规个滨海，啊，这个是美国上老个个所在，哦，这是华尔街，这是股市，啊，这个是在卖钻石甲黄金个所在，哦，啊，这个是国会，吼，迄个过年都在征收，吼，这个。就是华盛顿 DC， 哈、哦，华盛顿 DC， 咱的办公室就是伫遮，哈、哦，二楼1250，哈、哦，啊，这个就是咱这个开记者会，哈、哦，伫13楼，哈、哦，迄、那个记者会的大大门口遐，哈、哦。台湾平民政府加三片。一间三平，三平，吼、哦，这个咱的周班长，吼、哦，啊，这个就是伫咱的圆桌会议的后边，吼、哦，吊伫遐，咱就看到每一个人拢有签名。这个咱的，吼、哦，律师，吼 ，Just Care， 吼，啊，这个助行啦，吼、哦。啊，这个咱的总理吼，啊，这个夫人，好，好，那咱今天上午到这，好，谢谢。好，我们下课休息30分钟，4点继续上课。麦克风没电了。开始在做完了。
啦吼。我叫你好你家在这里家我家一种不理解的人啊我不理解的人家这里家我不理解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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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我
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哦，请大家掌声欢迎黄金彩讲师带来的演讲。